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永金。就除了这是比我小人叫我什么奶奶啊，这样我就不 OK 了。哎，要不要加一些东西进去？然后我说好吧，那就加个海豚音。我就 What？ 怎么加？我下次给我打，我就不接，我就按掉。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你李子婷。其实这张专辑呢叫做 Find Mimi， 对，就意思就是寻找自我，寻找 Mimi 的意思。这张专辑呢就有很多的风格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没有透露过的信息，可以再说一下？什么没有人接我的电话那首歌吧，其实就录一次就只录一次，对，就录一次然后就直接就过了。就是因为那首歌我其实就是跟南征北战的那种哥哥们一起合作嘛，然后其实那首歌我就只唱了一句，就是没有人提我的电话，没人接我的电话，就那一句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要不要加一些东西进去？然后我说好吧，那就加个海豚音。我就 What？ 怎么加？怎么加海豚音？在哪儿加？然后他们说在这里加。然后我就好吧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说，在录制过程中是怎么理解歌词感？三千次日落吧，它的词就是也不是一首情歌，它其实是一个正能量的歌，所以它的歌词就是意思比较深，所以就回去然后就让我爸爸帮我翻译了一下。那你最喜欢这首歌的感受哪一个？我自己比较觉得适合我的话可能就是三千次或者是秘密，对，那种小性感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说喜欢秘密当中哪句歌词呢？混搭红色口红的气场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红色，偏红色口红的那种。在拍摄 MV 当中，然后哪个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场景？户外的那个场景，但是就是有点冷，风有点大，但是效果拍出来还蛮好看的。是那个叫什么黑色的那个火山，那个不是 CG， 那是真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想让你看一看，就是这几张图片是来自于哪个地方？这个粉色灯只有秘密的那个舞蹈，但这个是个什么？这是个什么呀？嗯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就是那个黑色火山，那个三千次啊，这个也是秘密的那个后面那个白色衣服那套的背景，但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个啥。三千次，三千次，有一套造型啊，头上是我的头，是我的头，好搞笑。那你每次就是说造型一共有几套？你最喜欢 MV 当中哪套造型？四套，我喜欢在机舱里面那个银色吊带那个。不管是新专辑，然后自己的中文有没有一直在进步？我觉得有进步，看字的时候认得出来更多的字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。专门就是泰国，然后学中文，然后这门课程。作为老师，你会从哪教起？平时开始学中文的话，就是要先念那个发音吧，波波摩佛啊什么的。我之前也学过这个。这张专辑有没有对你来说有一些遗憾？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出最适合我的那个风格，也不是说每首歌都能就是散发出我自己的那个感觉出来。我希望下一张专辑就是能就是走我最适合我的那个风格。下次就是想尝试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什么风格？慢歌、快歌什么都会有，可能唱法会比较统一一点。专辑之后会有实体专辑和个人演唱会？实体专辑有，但我也没看到。但我也没看到，我也自己都没看到。八月底差不多，个人演唱会有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嗯。第一场的巡演好像就是八月底，也是八月底。你们知道啊？秘密舞蹈版的那个视频，还想你就现场做一个 reaction。你对我看戏有点淡定。对。这是你的真真实的反应对吧？可能。你有没有忍住的？就是没有。没有。可能我还会再打几次，还不接的话就真的会发火了，真的会发火了。然后下次给我打，我就不接，我就按掉，有点狠呢。那如果是给老板打电话，然后我把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嗯，你再等一下。我为粉丝录制一个没有人接我电话的，人家不接你电话呀，该干嘛就干嘛去吧，该干嘛就干嘛去吧。好狠，我今天怎么了？可能就是这一次我参与的部分比较多，无论是 MV 上或者是就唱法上啊什么，
各种编曲什么都有，希望大家能看到我此时的这个努力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。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上面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之后的一个音乐战略？就会考虑比如说拍戏，然后之类的。我可能就是会专注音乐唱歌这一方面比较多，但是其他的像演戏啊什么的这些，就是看机会。身为异乡人，然后在中国市场上，你有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？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外国朋友嘛，所以我觉得近期就有很多的外国来的朋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有梦想的嘛，就都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好。我不知道有这个小群，谁建的群？不加我。没有想过十年之后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自己还是想要再，还是不想退出什么的，但是可能也会就是稍微留给家人的时间更多一点。自己目前有没有想尝试中国？粉丝有跟我说想让我尝试那个螺蛳粉。那自己最喜欢搭配的时尚单品？最近可能是帽子吧。最近最想做的这个。我想做成彩色一点的，因为少女风就是有一些可爱的东西花纹啊那些。对，什么意思？挺可爱的，刚刚说就想做那种小性感。没事，这可爱在指甲上，性感在身上。最开心的是刚弄好头发吧，我昨天刚剪完头发。怎么才能引起你的注意？我喜欢香的。嗯，就什么什么香水。对海边吧。音乐剧最近几年分享有一部就是音乐剧嘛，然后也在准备中。想对河南正在经历暴雨的大家说些什么？因为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关注看嘛，希望大家能就是平平安安去安全。演技挑战，然后是模仿那个没有金。大家好，我是没有金。没有金。那个的 date 的准备的仕方。Moments later。那大家好，我是没有金。好难呐、啊！救命啊！接下来请欣赏紫媛媛的模仿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明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可爱的女生约会的时候的小秘籍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打扮一个可爱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选口红的时候，这样子是不对的哟。我们就这么做，放在脸旁边，然后就问。可爱吗？这个好看吗？这样子才是对的方法哟，你们也可以学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刚眼睛飘看了一下，我不能看。接下来是个 idol 生存法，被男粉当场叫老公，会怎么办？哎，哎，比你小，却叫你女儿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觉得 OK 啊，就除了就是比我小人叫我什么奶奶啊，这样子我就不 OK 了。可能会懵吧，有点懵。现场表演《秘密》这首歌的时候，第一次表演一下状况。我非对你，你偏要靠近。I'm not baby， 是个秘密，扑朔迷离，像完全无语。相爱，我不定天涯和你。你的眼角藏不住你，你的情绪迷人的神奇。I'll be so， 就要你个 crazy。 还有 baby， 他不要了吗？他还不让我暂停呢，就是在骗我唱下去。针对以下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做出安全套。第一个就是说舞台大喘气。我不能天涯和你。甩头吧，就然后是帅气，其实很淡定的就好，就别笑。这魅惑和性感有什么区别？秘密有什么动作可以的？就这样子。
QQ 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咪咪李子婷，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乐见大牌。打开 QQ 音乐，搜索李子婷，点击关注按钮就可以获取我的新歌和专访视频了。